我今天不是代表郭董事长，是昨天那个蔡顾问有打电话给我，然后他就说因为今天他们要做这个创党的大会，那董事长事实上他已经送过花了，所以今天事实上是我个人以我个人的身份来给那个柯市长还有我们蔡顾问一个祝福，所以其实今天还蛮热闹的。然后昨天因为蔡顾问也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下，就是说其实今天会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他昨天听我在这个媒体上讲说永龄想要做一个永龄青年的平台，然后能够让很多的青年更有其他的机会，所以他觉得跟他们现在想要创这个党的理念很相同，所以他说我不妨可以过来看看，所以其实是我个人的这个身份过来的。